我们为什么叫做双鱼？因为英文我们不懂，以前它的双什么？双鱼，因为它以前的它的箱子是白色的箱子，嗯，然后一个圆圈字母里面画了两条鱼，双鱼，所以大家就像哎，两条鱼，双鱼公司，就是简单的这样。这家公司，这家公司海神叉是一个人拿一个叉子。哦，我见过这个包装，这几年见过的。对吧？对对对。这他家质量特别好。老陈吧，每年冬天呢，他这边他有时候不做吧。